看这特写，来，不用起，就一特写。三二一，跑！这块人马直接就给到一匹马。来，小跑，动作大一点，保持队形跟上，快点！来，准备。一起创作这个作品的点点滴滴，真的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说清楚，都在心里面，也都在我们呈现出来的画面上。但那个我场景就有1000多场，搭建的场景我们有好几个，象山、横店、都有，简直加工量都非常之大，在视觉语言上、视觉美学上，这部戏是进行下很大的功夫。我们也就是见到英雄历史的情况。这个戏呢，我接到很多的项目当中，也是其实我有将近4000套光琴，所有的想象，4台激光切割机，24小时不停的在切割，已经起了几个月了。这时候气温化是在零下1度，挺冷的。开机前3天比较累，一个晚上平均。睡1个小时，苦啊！天天吃土啊！想要做好一部戏，肯定是很辛苦，不管从体力上、脑力上来说都是这样，甚至可能要承受很多的委屈和压力。但遇到任何事情，大家就要一起想办法，一起扛，扛过来就好了。因为我们这一生可能很难再遇到这样的作品。经理，一个好的作品，很多细节都要特别注意。一部戏就是一捧水，东滴一滴，西滴就没有，所以一滴一点都不能放。相信这部作品从各个方面来说应该是会非常震撼，会让大家耳目一新。大秦帝国之天下这部作品值得我们去付出精力和心血，我觉得大家都会为这部戏而骄傲。好，OK，好停。